艾里克斯误入女人殿堂，见现场就中想造反。男生好像都这样，我遇过也是。等一下，你讲话要小心一点了。真的，艾里克斯第一次来，他不了解这是女人的殿堂，你怎么红的是？你敢不敢讲话？想看你录不录得了吗？周一至周五晚间10:30，二分之一强。